佛，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泰佛牌的频道。感恩大家对我们频道的支持，也很开心的再次跟大家见面。那刚刚我分享的短短影片呢，是我去打我第二次的疫苗。那我很开心的，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第二针，也希望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不会感到很不舒服。就算是不舒服的话，也希望可以快快康复。那不晓得这次我们的朋友们已经打了这个疫苗吗？ OK， 那我前几天呢，刚刚收到 YouTube 的 email 通知我们说泰佛牌已经有500个 subscriber 了，我感到很开心，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那我希望在2021年尾呢，泰佛牌可以有1000个 subscriber。 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也 spread the love， 帮我们分享，让你的亲戚朋友们还有同事呢可以知道我们泰佛牌的频道，也鼓励他们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OK， 那你们还记得在上一次的影片呢，我说过要送出这个掩面佛牌给支持我的朋友们。那这个掩面佛牌只有一个，它是制造白阿川苏宾在 B12563 年，也就是去年制作的佛牌。那要怎么赢取这个送出呢？很简单，只是需要你们帮我 like，然后 share 我的 video 在Facebook 也好，或者是 WhatsApp 给你的朋友也可以，然后 subscribe to 我的 channel。 做完了这三样呢，还要记得在下面留言写一些东西，可以写说 hello， 可以写1234，让我知道说你已经做好了这三个东西，你就可以参与这一次的送出。那我们总共收到了五位朋友的留言，那这五位朋友呢就有机会可以赢取这个掩面佛。那因为掩面佛只有一个，所以其中一个人就会得到掩面佛，其他的四位朋友们呢，你可以获得这个楞严咒。OK， 佛壳已经是包好了，说里面就是那个经文，我们都会免费发给你到你的地址，只要你住在新加坡。那OK， 等一下我会用那个系统来 generate 12345，说这五位朋友呢，我就会根据这个号码，只要抽到你的号码呢，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掩面佛。那给你看那个系统啊，等一下。OK， 总共呢有五位，那我要开始 generate 啦。1 2 3，噔噔噔噔噔噔噔，哪一位会迎娶颜面佛？ OK， 一号是 Wilson 蛋，恭喜你。OK， 我也发现其实你真的是我们的 number one supporter， 每次 video 都有看到你的留言，感恩你对我们频道的支持，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们接下来的影片。那其他的四位朋友呢，我会发出这个楞严咒给你，希望你们会喜欢，也感恩你们的参与。那我会在留言那边让你们知道说要联系你们关于这一次的送出，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寄给你。OK， 那些来不及参与这一次送出的朋友们也不用伤心，我们时不时呢会有类似这样的影片送出一些赠品给支持我们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大概是在8月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做一次送出，记得要开小叮当，这样你就不会miss out 我们的影片。就在那个 notification 那边呢select turn on 开小叮当，那每次我们有新的影片呢，就会第一时间让你看到。 OK， 那在这里呢，我想让大家看一看我到时候8月会送出的赠品。OK，
这个是一个财神爷。OK， 等一下我会拍照给大家看。一样，因为我的 camera 有一点不是很 sharp， 所以怕你们看不清楚。不过我会拍照给你们看。然后呢，它的后面是很精致的。会放在一个盒子给你们，啊，盒子长这样的，说这个是哪个财神爷 ？OK， 还有另外一个赠品要送出呢，是一个链。OK， 那这边你看它的珠有乌玛尼贝米红。OK， 说这个乌玛尼贝米红的珠，然后有一个效果。喜欢效果的朋友们，记得到时候要参与哦，可能会是你赢取这个链，我一样也会拍照给你们看、啊、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们的送出，那记得要开小叮当，就不会 miss 到我们接下来的影片，也感恩大家对我们泰佛牌频道的支持，希望你可以继续支持我们。那在下一个影片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供灯的功德还有它的含义，记得要收看。阿弥陀佛，拜拜。出泪春地霜。